现年31岁嘅李美慧喺今年6月就同大过佢25岁嘅百亿富商曾文豪拉埋天窗。喺冇耐之前，佢就宣布 BB 出咗世啦。佢就喺社交网度留言话：我们的小溏心，仲 post 咗两张相，一张就系李美慧同曾文豪头贴头，两个人抱住 BB， 而另一张就系李美慧同 BB 背贴背，睇落画面劲温馨啊！而李美慧而家就翻咗屋企休息，佢就话 BB 个样似足爸爸。而佢今次系顺产生 B B 就重6磅幾，佢就话生咗小千金之后，自己会做翻宫心计二心宫计入面嘅宫女角色嚟到服侍 B B， 真系搞笑啦！而佢为咗 B B 健康着想，都会尽量喂人奶，而家上围暴升咗2級，作为新手妈妈嘅佢，一早就已经稳定专业嘅翠雨师帮手啦。而李美慧嘅好姊妹梁丽莹知道咗喜讯之后，都即刻去到医院探两母女啊！佢仲趴喺医院床上面影相。佢就话顺便嚟瞓下幸福人妻同人母张床，諗住沾染下幸福嘅气息咁话喎。